今天给大家拍一个胶丝网的视频哈。有许多客户啊收到网以后啊，说这个网啊胶丝网不开顶，实际它是手工网。它为啥不开顶呢？因为胶丝线的特殊性，还有它一个回弹性和延伸性。这种网啊一开始没下水的时候吧，特别容易打开以后有个回弹。两种方式，第一种啊就是说用热水啊泡一下，收到货以后用热水泡一下。第二个就是说打开以后啊，用那个砖呀压一下，压一下定定型就可以了哈。好了，我现在给你们打开，你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找上八块砖，这是两指吊都五米的，然后打开以后啊，上边有个不开顶，不开顶的时候啊，一定压平定一下型，或者用热水啊烫一下就可以了啊，看到吗？一开到底啊，因为都是纯手工的，69头的这个是，啊，两指吊都五米的胶丝网，纯手工，看一下，找几块砖定一下型，必须全开哈，定一下型就全部开了，定一定。